哈哈，酷热难当的滋味怎么样啊？给我住手！好热！天气怎么会这么热？真的好热啊！赛米，你不热吗？放空自己，我一点都不热。哼，你们都给我上！血藤斧 X， 这么热还出来捣乱呀？你们这些家伙，看我的厉害！赤焰火掌！实在太热了，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撑不住了。就这点温度，让我去解决它。别去，赛米，温度太高，太危险了。我们得联手，一个人是不行的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可以解决。这个温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真是可笑，燃烧起来吧！赛米，这样不行，我们先撤退。又是你们几个，我要让你们尝尝被火烧的滋味！炽焰火场，冷却装置启动。启动。什么？你以为我们还会重蹈覆辙吗？我们这次可是做了充分准备的。这次我们三个联合进攻，召唤 X 武器。雕虫小技，看我用热气吸收你们的火力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真没想到，冷却装置出故障了。给我住手！生病还敢过来，谢谢你，赛米。多亏你，我们才能解围。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。上吧！X 能量盘，冰雪狼。严肃大人，请赐予我最后的力量。赤火炎浪，重新站起来吧。
动 X 模式，开针。你们谁先跟我打呀？那就由我来会会你。真让我失望，下一个是谁上？露西，一起上吧。好的。露西。他太强了。刚才的作战让特工 X 机甲的功能受到了重创。这次我来对付你。看来迷你特工队也不过如此了，我太高看你们了，受死吧！我们四个轮番上阵，竟然一点用都没有。福特，队长，你有没有办法呀？什么？这时候我倒成队长了？好，那就我来解决。福特，可恶，那你来试试这个。别现眼了。别去塞米，温度太高，太危险了，我们得联手，一个人是不行的。是的，就这样，我们必须联手起来。我们四个人或许单打独斗会输，但是大家齐心协力并肩作战就一定能赢。各位，将你们的能量都汇聚到我这里来。对，对啊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的话，就一定可以打败那个家伙。能量传送。别说什么废话了，有本事就接招。这是我们集体的力量，受死吧，等离子射线。小菜一碟，竟敢小看我们集体的力量！成功了，我们赢了！干得漂亮，赛米！